在没有目标。神殿内部侦测到锚点，建议务必提高警觉。提高警觉，这可不是我们的作风。扫到那座神殿，让那群教徒的尖叫声传遍整个深渊。我就把它切下来。可山里斯，在那之前，你恐怕会先被艾泽拉斯的勇士解决掉。放我出来！只有我才能让你们击败恩若斯。
声会无止境地回荡下去。我会享受你肉体的哀嚎。
力是任我折磨的安慰。萨拉，我们完成我们的承诺了，现在换你。小鬼，管好你的嘴巴，女王当然会遵守诺言。听好了，我只说一次。温若斯只会说大话，在古神中最弱的就是他。他们残存于世的力量之中，其中一个能用来对付他。我原本想亲手把这柄匕首插进他的心脏，不过你们却破坏了我的计划。算了，凡人，萨拉塔斯就交给你们了。出手要精准，要是不能一击得手，
恐怕没有第二次机会了。去做你们该做的事，我不想卡在中间，或是当别人的先锋。真正的权力宝座正等着我去夺取啊。艾萨拉诡计多端，我会仔细检查这柄匕首，看看他有没有耍什么把戏。不过现在我们先继续前进。来，虚无的仆人，准备接受我的礼物吧。那些配得上的人都会透过虚无的力量改变重生，侦测到新的锚点，建议终止虚无干扰。如果维西欧娜和她手下的龙这么想被放逐到黑暗之中，那我们就送他们上路。穆西昂，我正想送你去和你父亲团聚。需要帮手吗？
目标。医生来了。过来，让咱们交个朋友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你们居然敢亵渎这座神殿！我会撕烂你的灵魂！进化完成。
太远了，屈服于黑暗吧。
重腐化已清除，执行盲点实体化作业。做得好，维西欧娜想要看到所有巨龙臣服于恩若斯。请侦测到潜在锚点。很好，早点设置好锚点，就能早点去解决恩若斯。先找到目标。
听我指挥。Thank you.
腐化程度抵达危险范围，停止设置锚点。你是莱姑？怎么可能？你是泰坦的仆从，是艾泽拉斯的仆从啊！恩如斯让我见识他那伟大的真理，他让我从泰坦狭隘的领地中解脱。我会让你看见主人的辉煌之处，把你从黑暗之中解放出来。
要再靠近一点。伟大的英雄，但是他却深陷绝望。恩若斯将他的绝望加以扭曲，将腐化深植于他的内心。各位勇士要引以为戒，别让恩若斯用你们自身的恐惧反过来对付你们。